甩了甩了。现在有充电吗？看不出来，录的时候看不出来有没有手。后面后面这个的是后面。我知道啊，不过它不是很好插。不会啊。我看一下，还没开始了。但是秀电池状态对吗？这台没办法，好像没办法边充边录，我不大确定。我一开始好像说是可以，可是最近它的表。好，坏了。啊，你换一张算了啦。最近他的表现就是那个。哎、欸，你转哦，是你的白就可以转。哎、欸，你的转动了。还很长吧？还可以，要快要到吉拉伸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亮着红色？是宕机还是怎样？我觉得在我换卡之前，你要先 reset 它。那跟换卡没有冲突啊。怎样是 reset？ 哦，电池拔下来了。你还是坚持不要换卡？不是坚持。有啊，你就是固执，跟一头牛一样。啊，我是固执。你做错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你的方法是这样？是先勾后面那压前面？本来就是啊。所有的勾货方法都一样啊。因为它的那个灯的反应非常快，我觉得想要 reset 它。那现在就只有算时间，没有闪哎、欸。没有闪红灯，它这台本来就不会闪红灯，是不是？好像本来就不会。哦，还是会又看不到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角度看不到。还看不到。裤子没有拉好。黄色区叫做哦，他警告大家不要去滑胸雪。为什么？因为黄色区域你滑就自己责任。哦。黄色是好、哦，你要滑你高手你去滑。黄色哦，紫色的话就是禁止去滑，完全不可以进去。但是那个禁止应该有高手厉害到可以去滑，那他就去滑吧。嗯，我完蛋了，我又摩擦到了吗？摩擦就摩擦。我有一个刮痕哎、欸，而且好奇怪哦，怎么看起来在里面哎、欸？这可能只是看起来。是真的啊。哇，现在连西山也晒太阳。会不会阳极的太阳？为什么我会有磨伤在内侧啊？看到了，嗯，鼻子也都调好了，你又有点低了，你要不要拉？什么东西低？你的口罩又在你的血迹里面。太高了。其实我要讲的是雪镜很低。啊，雪镜一直都没动吗？雪镜压到口罩。嗯，它还是太阳，看到了，回头看。好耶。而且算是全部了吧？虽然薄雾雾的。一点点啊。好像一副就是个大雪场。而且它的山形就跟它很像，这样一条一大条，一大条，一大条，一大条。或者说不是山形，而是凹的地方自然会积雪，凸的地方自然就是树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就可以撑比较久。自己吃面包就不太好。有啦，它的左边那边有一大块云挡在阳梯上，挡在阳梯山顶上。什么？左侧一大块云。嗯，可以忽略不计，拍起来就是那个形状。它只要不要凸出来太多，就不会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它也是形状左边正中央。我先去可以照相那边等你哦。但是走到最右边就拍得到。真的吗？先走过去看看。哦，因为有那个棒棒。有缆车打在那边。你觉得我帮你弄的那个有没有比较好？现在也不知道，应该比较好。挡到了。拍照吗，猫猫？位置还不错。啊？我觉得我刚拍的位置还不错。你刚那里有树啊？没有，我在树正上面啊，树只是卡在这边。但是有缆车线啊。缆车线，好，你那里也很不错。你说你要怎样？帮我拍。我要在里面。你啊，往你的前面滑到快中间吧。但是会不会挡路？我要转向吗？我要转方向吗？先拍阳明山，你先。我要怎么转方向？
我转方向就会更下去哦。我转方向就会更下去。这里颜色有点……啊，还不错啊。虽然人在下面一些。那我要上来吗？你就在那就好。为了要好看，要上。这样子。你就站的位置吧。两个山都有。对。对啊。我要换大头照。我拍一个只有羊皮的。啊，我要两个都有的。好了。然后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再来再来，多拍几张，明天就没机会了，待会换帮你。羊皮山上好像有一块云。我刚刚就讲啦，就是有啊。啊，换你，换你。我。你相机借我，你相机借我。相机要借你。对啊，你的相机比较好啊。你啊，你先转个弯吧。我只能这样转弯，我不会那样转。你就来我下面吧，也还可以。你也要转方向，你就过去，然后转方向。不是，我现在要把东西拿给你。好。好，但是有树刚好挡到。你刚刚这个角度真的好吗？为什么要树挡到呢？那你往上爬吧。我觉得我刚刚要花力气啦。不是啊，更下面就好啦。好，那你先不要动，我相机给你。那当然你要帮我重拍的意思。什么叫重拍？你先给我看，我刚刚你帮我拍的树是不是直接打在羊蹄山脸上？没有啊，滑下来才有好吗？我会开啦，我会开啦。你要拍零点几啊？都拍，都拍。这样我没有办法当大头照，因为太小了。对啊。这现在要怎样？你去我前面啊！你这样我是要怎么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现在觉得 OK 了吗？不是，我想要看你帮我拍什么样，我不知道你要我帮你拍。人在哪里就怎么拍。好，就下去啊！你在那里我也不可能拍啊。我知道啊。那就去啊。但是我想要再下去一点。好好，等后面的人走就好。哎，会有点拍到我的影子，那我这样缩起。你就拍。好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不用算了。哦，好。啊，小心，小心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？啊，大丈夫？还要拍吗？好啊。还要拍？我帮你啊，我帮你啊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只是突然来了好多人。好，一二三。啊，你这是照片。好，等他们滑走，等他们滑走，就没人了。等我，等他们两父女两花走就可以了。妈妈刚摔好，云的形状变，变小了。嗯，好，但有我的影子哎，好丑。不要管影子，会我缩下去。好，累死哦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要不要直的、啊？嗯，一二，就是只拍他。一二三，不会都有。啊，因为我放的是那个广角吗？对，后半身哦，一二三，好，你自己检查啊，我还要重拍，我还要重拍，啊，我要重拍，重拍，这个高度好吗？还是我们就去隔壁山头了？哦，是哦，你觉得嘞？但我刚刚没有看到我的，我觉得你把我拍太小，你看一下我拍你的，就是我想要的。可以吗？你先让我转好之后再过来。然后我也要直的，因为手机其实放直的比较好看。
你还下去？你下去。我在调啊，我在调位置啊。你抱怨的话，我先调。你不要动。我不要动。我都把你放在两个山中间。你啊，不要往下滑，往前滑到这里。嫌太小就轻一点。哦。那大家也可以用我的手机拍一下吗？好，我的手机给你。我的只能用椅背拍，就这样。怎样？应该没有用。什么的？刚切个人像，但是他应该辨识不出脸。那我把嘴巴拿掉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啊，好，没事，拍完了。怎么了？我刚就在乱动，你一定又给我乱拍。随便拍啊。你每次都这样。你就看。每次都乱拍。对，我都是乱拍的。对呀，就是我的脸到底有没有？我脸一副没有对着你的感觉，奇怪。啊，算了。好。算了。为什么大家都要小心？是前面是不是有窟窿啊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怎样？大家都摔倒啊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嘿，嘿，忍不住再多拍几下。好好，走了走了，要去，哎、欸，要切走嘞，下面就要去走那个最难的了。不要吧。要啊，要去了啊，你自己说要去那个山的，不是吗？那就走啊。我要试试看下面有没有快。哦，你说好，那你先。有啦，它是以搜啦，也有联络初级的可以用啦。旧影河滑道，这里也很赞，帮我拍，有人帮我拍。嗯，这里也有个缆车。
帮我拍。回头就好。等我，我先把东西放好。要当带头照的呢，要拍好一点。预备，三二一。而且现在那个云又更小。对啊，这么。三二一。然后直的，直的也要，直的拍一下吗？可以。而且关于阴影的问题，好像好多了。预备，三二一。我帮你，这边我觉得更好。你要说要用我的？对啊，你的相机比较好啦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没帮我用我的、欸。啊？有吗？因为你的我都还要存下来，好累。那就各个广角什么都有，不是很好？啊！又转错边，烦呢、欸。一个就是我想要看你拍的照片，然后我都会转错边。你下去一点啦，你要在这里啦。没有，你要我下我就下。你下。你不用动，你下。你要下。对。现在是零一还是零点五？一。你先拍零点六，拍完才弄那个。零点六就。拍不到雪板。一二三。一二三。我现在帮你拍的比较没有人，包容，我觉得看。好，再来一张，再一张零点，我还是会看到我自己耶，怎么办？不用管。哦，好，好，一，一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你这要不要看一下？不用，拍好就好。好，那我的手机也要。交给你。电话要看什么？你等我转好再给我。不用，你要转吗？你就拿着就这样拍，随便拍就好了。为什么你需要转呢？耶！开静音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搞不清楚我拍的吗？啊？耶、啊！ Yeah, 再拍一次，还是只要踢腿就好。好了，这样平衡吗？我拍了四张，这样好看吗？我不知道，怎样？这样子的。嗯。好了。啊。自己再拍一下，要拍几百张？拍什么？我在拍景色，因为现在云又更小了。好，厉害的样子。嗯。好。广角。好。很好。哎呀，很好。继续吧。看他画什么？难道那个联络通路？是要滑多远？我滑去交叉口那边看路牌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我也要走。Joint， 我们要走 Joint， 应该是这个吧？我觉得是这个啊，会不会？对啦，已收啦，走吧。对，这里要再拍一张吗？这里角度不一样，再拍一张。已收啦，方便啦。对啊，我就说有写啊。下面可能要抽的。哦。感觉好便宜。那我要先走吗？好啊。等会要冲去往那天那个往下被挡住路那里是不是？
都不看路的。还是你要从这里下？都不看路的哦。对啊。对啊。刚刚有写 joint 啊。没看到啊。啊，这就是 B course 啊！你要还是你要走这个下去？我没有啊。我们走 across A 啊，这是 across B。就是。滑过啊，昨天有滑过啊，然后路前面就被挡住啦、啊。我鼻子超冷的、欸，完蛋了。好危险，好危险。